就这里边有人没？哇，这又是大家好，我是似水年华，我现在在湖北的神农架林区啊。我发现啊，这个山上到处都是洞，我打算去看一看。车呢就停在这里，然后看看啊，这有个洞，然后呢，这边也是洞啊，放大点，看到了没有？都是洞啊，我打算进去看看。咱们顺着这条小路，应该是条路啊。据说神农架有人，不知道真的假的啊。哇，这路刚刚好走一个人啊，真的刚刚好。哎呦呦呦，看着不高，爬上去也有点高啊。哇，这我一个人都有点担心啊。哇哇哇，来了来了。哇，这真的是没有开发过的洞啊。哇，这还有个房子，这有人住在这里啊。哇哦，这里边累得很累得很。等一会儿再进去啊。先看看这个房子。哎，这不对，这我感觉有动静啊，有人没？哎，没人了。哇，这都是最老的房子啊。看一下这个结构，这拿石头和泥巴弄的啊，和在一起的。这边呢全是大石头。哎，现在我要进去了。哇，这洞真的不敢细看啊，细看的话特别害怕。洞里呢分布着各种小洞。哇，真的是有点害怕的，朋友们，我一个人啊。有人没？哦，大家看一下啊，我感觉里边有动静，这里边真的是怪石啊。啊，里边很深啊。不过这看着哇，有人没？朋友们，我叫叫，万一有什么野生动物的话，也能把它给吓走啊。这有什么说什么，这石头是绿色的。有人没？哇，这又是这种黑，真的是让人害怕啊，让人害怕。有人没？朋友们，各种水滴声啊，但是这个水滴声在这样的环境里啊，滴下去声音被无限的放大，并且呢有回音啊。
就这里边，我不敢进了啊，不敢进了。你看啊，这里都是这种白的东西，看到没？这已经是石化了啊，已经石化了，并且这里你看，泛着绿色，看到没有？感觉有点那种玉的感觉，包括这里也是。然后这上面在滴水啊，不停的滴。然后你看看这个，哇，这个石头很绿啊。看着好像长毛了，到处都是蜘蛛网，真的害怕了。再走两步啊，这好奇心使我再走两步。哎呀，我发现这地上好像有衣服啊，这好像是件衣服，被烧过的衣服。啊！我不敢走了，朋友们，不敢走了，已经伸手不见五指了。我现在把闪光灯给打开了，到处都在滴水，到处都在滴，不敢走了。这说句不好听的，我怕有动物在里边冬眠什么的，这把我给拖进去了，那真的是没人知道的啊。这一个人真的是有时候干不成事，最少得两个人。两个人的话，你起码有个事的话，一个人的话还能跑出去，对不对？一个人的话真的是不行，真的不行。这里呢是湖北的神农架，本来一个洞穴并没有什么，但是把这个洞穴和神农架连在一起的话，就真的有点那个害怕了。这边还有个小路，我去看看小路。这边是个小洞啊，朋友们。这里边小孩的话应该能钻进去啊，算了，包括都是洞，都是洞，都是洞。哎呀，哎呀，这以前肯定有人生活。这应该是烧的那个什么，烧的木头把这墙给烧黑了，应该是啊。哎呀，太害怕了。你看还有那个洞穴，那更不得了那个。这在外面旅游啊，好奇心不能太大。不然的话，真的啊，有时候出事就是一瞬间的事情。哎，路走错了，真的就是一瞬间的事情。没有同伴，有同伴的话，我绝对跟他要进去一下。本来在这里就下去了啊，这条路的话通向山洞。然后这边还有一条小路，我跟他通向哪里？感觉这个路啊，已经好久没人走过了。如果说，哦，这边是个房子啊，问问有没有人，有人的话问问他那个洞穴是怎么回事啊。就这样的小路，我估计没有人啊，这个路摩托车都没法走。
哇，这一户就住在这里。哇，这好像没人啊，这。哎，应该有人，应该有人啊，这院子挺干净的。哎，有人没？啊，你好，你好，这大姐，你们家住在这里啊？嗯。